TV1 号台裁判员孙树静，记录裁判员张毅、彭湘瑞，运动员陈建泽、王大双。下面比赛开始。陈建泽你好，王大双你好，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陈建泽获得开球选择权。开始第一局，陈建泽开球。
陈建泽胜，比分1-0。王大双开球。观众保持安静。王大双胜，比分1-1，开球清台。
三局，陈建泽开球。
三局，王大霄胜，比分2-1。乔氏台球桌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，全国2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。乔氏台球桌，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。四局，王大霄开球。
十秒，延时。十秒，延时。王大双胜，比分3-1。第五局，陈建泽开球。
规。自由球。第五局，王大双胜，比分4-1。第六局，王大双开球。
延时。第六局，王大双胜，比分5-1，开球清台。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，碳纤维先脚，11.5毫米特制杆头，比九球杆更具准度，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。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。波茨干，中式和中式八球。波茨干，中式球杆开创者。爱跑强势进化，2.0版震撼登场。爱跑将1.0版本的硬件设备进行了集成一体化设计，使安装更加简便，外观更加轻巧。软件脱胎换骨，娱乐性更佳。全新界面，3D 互动。在线升级，精彩源源不断。第七局，陈建泽开球。Thank you.
赛时间已过半。七局，陈建泽胜，比分2-5。第八局，王大双开球。
八局，陈建泽胜，比分3-5。第九局，陈建泽开球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10秒，延时。9局，王大双胜，比分6-3。官方暂停5分钟，5分钟未到，判负一局。
调试台球桌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，全国2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。调试台球桌，大家好，我喜欢调试中式八球领导者。比赛继续，第十局，王大双开球。第十局，陈建泽胜，比分4-6。谢谢。第十一局，陈建泽开球。
王大双胜，比分7-4，双方选手确认签字。